好，喝咖啡到底一天量多少？院长，这不要差不多几杯哦，三杯大概三杯，好，大家就以这个来当一下标准。但是重点是你要挑对好的咖啡。好，那院长为什么会主张说你啉一杯咖啡的时阵爱个兑一杯水？为什么呢？喝咖啡因为稍微有利尿的作用，所以你的尿量就会增加，这样的话就会稍微脱水。所以我都建议说，喝咖啡的时候旁边一定要换个一杯或者一杯半这样量的白开水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说水分稍微不足这样。好，西医的角度，西医教我们怎么样正确健康喝咖啡之后，等一下我们的老中医要上场喽。